你说句对不起有这么难吗？难。你是不是不说？绝对不说。你个恋爱废物，那就分。男人从来不靠嘴说，因为行动跟你说服你。搓衣板、指压板、键盘，选一个。倒也不用这么认真，我就是想让你主动说一句对不起就行，就一句。对不起，我不进房。你又玩我，你认真说一句对不起不行吗？对不起，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行了，灌篮高手都玩出来了是吧？不是，你先说声对不起怎么了？那你为什么不能先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是女的，你让我不应该吗？不是，你天天说男女平等的吗？怎么啊，这种事又不平等？我问你，今天一周年纪念日你记不记得？哎，又哎，我为什么生气？你连束花都倒也不用这么夸张吧。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，你回来就跟我吵。哎，难道我错了？对，你没错吗？我错哪儿了？为什么今天一周年纪念日我连一束花都没有啊？男生要啥礼物呀？男生就不是人吗？那把花退了吧，我也不要礼物了。我要。我都不要了，你还要什么？今天我生日啊。说句对不起有那么难吗？对不起。你看，说句对不起也没那么难。嗯。